在做传播包括市场的当讲师啊，甲比如上的当讲师都在做。咱的同情是吧？大家早安，大家好，吼、哦。那、我即摆做干扰啦，吼，做干扰来甲大家报告讲，即几个相关大家关心的即个议题吼。第一，我甲大家报告讲，就是讲即个工厂要拆修，伊的时间的即个规划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基本上，伫高雄两省。同时有40多间工厂，哦，第一期、第二期，啊，到包括第三期的中卡吼，厂，即下阮已经拆17座啦，阮即摆已经拆17座啦，啊，到罗威新跟村里29座工厂，哦，原则上，阮考虑着讲，公安的问题，啊，考虑着道路运输吼，啊，佮考虑着市场，阮看会当食的是食偌大即个量，啊，到规个咱即摆国外规个咧讲要去买厂的即个因素，哦，所以阮的原则上较分配。啊，甲分区，哦，阮是分八区，哦，分八区要甲去做一个标售。啊，若讲一切即、這个规个过程拢顺利吼，阮会努力，哦，阮会努力伫三冬内底，从遮工作拢拆收完毕。这第一件，甲大家通知是来报告。哦，第二件就是讲，半冰山优泽即个问题吼，半冰山优泽，我甲大家安尼说明吼，优泽未来一定会拆走，哦，优泽未来一定会拆走。啊，但是请各位同事是咯，给我一段时间，哦，因为这部分，幼稚即卖，我已经拢暂时拢无用啊嘛，哦，已经拢无用啊，大家也入去看，啊，嘛拢挂牌，袂使操作啊，哦，啊，伫正月十一，环保局，阮伫遮等了，就随到环保局提出一个计划，碰出个计划，环保局伫14核准了，阮摕到伊的书面资料，迄天阮就随开始拍，14接到通知，接到核准了，阮。P02 甲 P38，哦，即又开始给你拍，哦，啊，这部分继续伫15，就是讲隔天，我嘛去从 P39、P41、P43，哦，即我拢陆陆续续甲拍对，未来哦相关的有侪拢会照安尼哦来处理，哦，那我希望讲伫30天内底会当甲完成，当然来当努力，我会尽阮上大的努力，哦，啊，是讲即个迄落做北港即个优质，包括含工厂。哦，所有的工厂，坦白讲啦，要叫恁做今日今日做是绝对袂好啦，迄是得大家受气话啦。哦，啊，你要甲做甲伤久，人才有哪会袂通啦。哦，啊，都一年半至两年的时间，互恁来做，恁来努力。哦，我甲互恁双方面地方甲含恁两个人过来做一探讨，看怎样。有啥物来做，拢会出来啦。我有哪，我袂用着讲，今日免来后日你甲我做啦吼，对不对？你着即个时间，互你安尼，你来办出来。都是有心要处理代志，嘛有即个身份，嘛要来处理遐代志。但是，当然我坦白啊，讲过，对我真正有困难。当初吃米，吼，我因为一寡优点是我当控制。我真是大家感慨，讲搁安尼来。三冬哦，即个时间，感谢大家，互阮来努力一下。哇，你要你只向甲阮讲三冬要拆，啊，计输咧。对无？你今日是纯粹是来只应付尔，哦。啊，你若要用即个心态，无要紧，哦。恁无要处理，哦，啊，拄啊，进哥啊，新政府啊，连伫接近啊，恁遐个顶管遐，我也无要揣，因为来讲，我也无要听啊。你搁叫顶管遐咯，我也无要也听啊。哦，啊，恁若认为讲啊，新政府可能有机会，我甲拄啊第一个讲的，哦，我也来做。啊！你若即个物件，你若有生意，你即个技术要拆迁的，即个技术你也做出来。啊！无你敢讲要两张，即两张你送去买个车，你装啥个？恁，我来讲啊，恁可以等伊啊。我阿爸甲你讲啊，吼，啊，十个打看着办啊。哦，你跪倒去啊！啊，咱乡亲，咱留一个，哦，咱乡亲，咱留一个，咱来讨论看要安怎做。
今天是延续那个上个礼拜一十一号嘛，哈，二十一号水工庄园没有成立嘛，我们元旦，一号是其实因为庄园，我们要求六点，那上个礼拜十一号庄园来，资料什么都没有，那所以水工也没有前线，然后我们今天就请他有前线的人来，最后呢，今天还是没有前线的人都来了，有前线的人还是没有来，所以今天你刚刚写一个小小资料。小糊弄的呢，那糊弄的呢，其实你们媒体记者看了知道哦，他们没有成立啊，没有遵守政府的政策，政府的政策很明确的指示本峰二十年要迁厂，三阶段的迁厂计划。啊，来对吧？下水城市行政院以核定中油公司所拟分三期三阶段的迁厂计划，哦，届时是后继必须地区发展和新兴社区，是政府的重大计划，政府呢为此下很大的决心。公文来电下，就全部下呢。啊，所以呢，我就讲摆明庄园的直接摆烂，他们呢、啊，他们直接摆烂拖延了，又拖延的战术，看有没有转圜的余地啊。啊，所以呢我们都不接受。啊，他今天拿来的资料，我们全部也不接受。所以后来，市长讲多少，我们的后勤的乡亲去建立，就讲我是总书记的时阵，市长也答应，我叫我们的那一点到。总统选完的时候一段落的时候，然后市长一边也来处理这台事。啊，市长呢，在我们花莲玩乐的时候，李宝公，啊，当然总统选掉的时阵呢，一下也处理这台事啊。所以今天有乡亲的建议，哦，公司比较找市长，还有市长来看下边后续项目要哪处理，按法则等下来找中央。比你的迁厂计划，你的计划书要拿出来。你怎么今天去嘛？也没有什么计划书啊，很笼统啊，后面写写完就对了。那个根本就没有成立的哈。所以我们最后也是尊重相信大家的意见，啊，等那来交我们 A 市长的时间，啊，我们后续的里长，啊，我们的基金会的李监事，啊，我们庙场的监事，我们都会一起去找市长来讨论这种事情。三六九，我们再来跟翻过来，再跟中友再讨论这个在实践的问题。今天应该是大部分都是这样。